到那个只剩下岩壁的部分。好吧，这应该就是清水断崖的起点吧，至少不再是沙滩了。这有超多浮球和那个绳子，真讨厌。这涌浪开始变大了。好，先想办法移动到绳子的内侧了。那我一直在外侧。好，这有点脚酸了。现在是没有风的状态，水面完全是没有波的，就是没有风波。录影吗？但是贴着岸边滑吗？看到一个小小的点，很像是你。
快到了。